啊，我来再做一遍。你感觉得卖路？好。往前哦。还可以搞会冲洗啊呢？规定客。古董客，要祖先对古董客要登录的，要结婆的，客。哎，无甲动哦，叫走过啊！你下摆搁叫伊过啊！先生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快叫你。安尼也袂使入去哦。啊，厝内哦，袂使入去哦。啊，外人袂使入去哦。哦，这个有诶。刮胶的，风吹，紫苑风筝。去到迄古董溪，溪岸，走。东山鸡背树，笑海记，在六月初前天呢，深夜11点有夜记啊，哦，到凌晨2-3点，昨天下午1点半。西南边稻田这边，还有笑海鱼，哦，黄鱼哦，红鱼，汤。现在稻田那边处理的那种稻稻灰虫溪畔，哦，那灰虫溪畔，竹林那边灰虫溪畔，传说祖先从灰虫溪那边登陆。来自家里的萧龙社，青天老师请关屯政策。家里社平埔。来到东山鸡背所。
Thank you.
拍到细细带。直升机后面是一百。关黑哟。
里遮咧生鱼块就对啊。啊，这破窑的时间点半呢？西北山小海子，小农历九月十五号下午一点半，在大公界西南边稻田这边举行小海子，小海子。哦，直升机过来，是这样，直升机过来，还绕圈呢。这是空拍效果呢。哦，直升机也是这样的，在绕圈的。哦哟，欢喜欢喜！啊，我们这样的鱼，好白。干木呢？谢谢帮忙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今晚不打水啊鱼。啊。呵呵，拍水拍水，啊，将将领将，将将领将两个，他们他们出去。啊，拍水拍水的，要去哭掉，要哭掉，要要帮帮忙一下，感恩这些。哎，感恩个天酒。免啊。唔免个天酒啊。你讲，你来看爱停卡。对对，哦，卡什么要停呢？拍水拍水，你要去拉掉啦，他都要去拉掉这样。道歉道歉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哦，直升机是这样，在这边绕绕圈呢，绕好多圈呢。
来越近了呢。哦，直升机越来越近了。直升机现在都弯道了，是架直升机在吉贝索村庄的弯道。Thank you.
远啊，吼，远近。快变了，就跟那个他还走两个，走两个一走，他媳妇也走两个一走，那个变了，变了，走两个一走。见到你，更别看见了。啊，直升机要过来了。哦，刚刚有四架啊，绕了好多圈了。红啊水，这倒滴落去啊！哦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要学这個，是是是是。啊，伊才刚去倒到起来，要买一柜糖。之前是有给我们。哦，嗯，是是是是，知道。那像咧请水咧，人咧，客家土地讲请水嘛，是安尼去溪仔遐舀水。没有没有，那是就是前上个月才过完，啊家属有带他妈妈来看，他可能是去，可能是去赶还是去接我不晓得，反正就是有去那边跟他交接、啊。去河边哦，去龟崇溪边哦。去那里而已，他刚刚不是去那里。那固定的地方了哈，每年都在那边。不是，是有过往带，就是家属带过往的来看。
水给，哎，用把特瓶装回去呢。好好，所以是水倒掉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从一点半开始了，快两点半了。东山鸡被耍小孩子，从小一点半开始，大概快两点半了，快结束了。瓮中的水倒到水沟里了。以前也曾经分给村民喝的。折染了，折染的叶子。会当禁药水哦，啊，不过那个水是自来水，矿泉水啦，矿泉水啊。哦，好，他们拿。哦，好好，阿木拿，谢谢谢谢。折蓝叶子拿掉以后就可以收了啊。安尼谢谢啦啊，他多少了给的，安尼大人大量安尼宽容起来哈。先领出去啦啊，他有第十条，他两块钱大人大量啊。轰三百三百轰，轰三百三百轰，三百三百轰。南无宝智位，南无宝智位，南无宝智位，南无宝圣位，南无宝圣位，南无宝圣位。帮助多些，我当得到第三波，哎，要得到第三波，我当帮助多些。你唔好听，佫要得到第三波，要当帮助多些。你饮一杯啊！哈哈哈。我电动车坐上来好啊。感恩啊！好。哇，笑笑笑笑笑笑。等到两点。拔掉酒瓶那个折蓝叶以后就可以烧了哈，整个鱼是在那个瓮中的水倒到水沟，瓮中的水倒到水沟，哦，瓮中的水倒到水沟，还是稻田的水沟。这么严重，还有吗？要不你先吃。输一个呗。会来。来，快，哈哈。阿木啊，谢谢。你们当时对我说话，你买里面最喜欢做啥？啊哈哈！妈妈进来，进来！我手凉，手凉啦，手热，安尼都。嗯，是是是，感恩啦，感恩。感恩。手凉，我那下弄好干啦，那瓜
好，我这样讲。啊，好好，感恩你，感恩你，谢谢哈、啊。好好，就感恩。安尼算做，算做静静的啊，保平安啊，感恩啊，主持人。谢谢。我知，我知。啊，这水无啊，哎哎，好啊，无人买啊。太太，无人买啊。寒气啊，就有人要买。啊，会当寒气大公鸡啊未？讲敢会使寒气大公鸡啊？敢会当寒气大公鸡啊？我用囡仔底。囡仔来啊！哦，未使寒气一底哦。哦哦哦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啊，遐足侪囡仔人个底啦哦！哎呦，这。高边遐足侪囡仔，囡仔看见起来真多。